2021年的互联网投资圈里，元宇宙堪称最近的仔，相关概念股备受资金追捧，百度、腾讯、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加入元宇宙赛道，虚拟现实、网络游戏、云计算、超高清视频、数字孪生等多个产业链从中受益。很多人不禁要问，元宇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它脱胎于现实世界，又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，能达到真假难辨、虚实混同的境界。对于科幻迷来说，元宇宙不算啥新概念，而是一个将近而立之年的老梗。